最近战事频繁，不知桑九是否从漠河回来了？为何还是遇不到他？好想明夜呀，但是我不能去找他。 你有没有？哪怕只是一点点，哪怕只是一刹那，喜欢过我，桑九，从你和我乘着婚车来到上清神域。 要不你也尝一个吧？怎么什么东西都乱吃呢？从你吃那从未有人动过的鲜果，从你与我相处时的一举一动。 你欠我的那个洞房花烛夜，你放心，这是我亲自结的毒注，只能让人无力片刻，不会伤及性命。 这边就交给你了。
明夜，你还好吗？你在哪里？和离后的这些日子都在做什么？一定还在忙于战事吧？偶尔还是会不争气地想起你，担心你受伤。希望你好好活着。活着，妖魔未灭，明夜岂敢生死？你拿不走，是吗？为了争取时间，尽快完成邪骨封印，不惜召出双生文尊。此举虽能在短时间极大提高战力，但若不尽快封印邪骨，待神髓燃尽，这世间将再无战神。明夜重伤，如今退回了原形，我得精心养护才行。他会不会适应不了这儿？哎，对了，好像东海的水是咸的。明夜，你真是可恨透了，变成这样还可爱些。书上说了，这些灵草都是有益滋养的，能帮助你恢复人形。明夜，你快变回来吧，这样像一个小泥鳅似的缩在壳里，真不像你。待你化回人形，就会离开了吧。那日我那样对你，你定然不会原谅我了。明夜，你还是快点醒来吧。你放心，我不会纠缠你。等你好了，我就离开。我们也算互不相欠。你看到我放在桌上的那口锅了吗？哦，我看到锅里已经放好食材，还放好了盐，就替你拿去厨房煮了。啊！
我再晚来一步，你怕是要变成十全大补汤了。药已经换好了，这些都是皮外伤，过几日便好了。谢谢。多少爱终究而不得，朝夕被圆缺勾勒，回忆不可触摸，待开口，心事却只剩缄默。困在你的一念薄弱，苦与乐都有了颜色，逃不出天地的规则，冷漠着炙热。其实日和月能并肩，光与暗能重叠，爱与恨模糊界限。这是我昨日新蒸的茉莉香露，便宜你啦。早说，我看看。破镜也春秋，冬青也春秋，唱不尽百转千愁，朱颜骗不去被泪浸透，只愿用此循环永久，虚情也足够，心难风流，还相信你给的感动。你好点没？烟火虽短却容易消瘦，只是这次又换了些。喝药了，吃吃。张嘴，啊！
这么甜，是蜂蜜。对啊，谁让你每次喝药都嫌苦。过来。嗯。你上山偷蜂蜜，被蛰了。近一点，再近一点。我已经不疼了。桑九，醒来吧，别再堕落下去了。堕落？你们这种高贵纯洁的神君仙子做了坏事，那才叫堕落。桑九，跟我回去吧。过去种种，诸般过错，我都会想办法弥补。回去？我能回哪儿去？你告诉我，我能回哪儿去？眼下他情绪激荡，怕是我和他说什么他都听不下去。需先稳住他的心神，不能让他继续动我。桑九。那些屠戮漠河的天兵可都是你的部下，如何处置？杀了我？他们被天欢利用蒙蔽，是我管束不周，定会严加惩戒。好，那你可曾宽恕天欢，饶他一条性命？景深君饶恕天欢性命，我族愿献出边境斩，助桑夫人族人重生。是，可是天欢没了仙髓，即便是我不杀他，他也活不了几年了。明夜，你好慷慨，你饶了他们死罪，谁来偿还我父王、我族人的性命？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？我要他们都死。他们向漠河的妇孺老幼挥下屠刀时，心中没有半分善、半分同情。我要他们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麻木不仁付出代价。桑九，我可以理解你心中的痛苦，可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堕魔，你这是在拿自己去殉葬，这不值得。你是我什么人？你有什么资格告诉我值不值得，应不应该？给我滚开！让开！你竟然还活着！他是魔，抓住他，杀了他！
不，别杀我！原来圣女也会怕死，那和我们这些小精怪也没什么差别，谁又比谁高贵呢？桑九，你不会以为你杀了我，你的族人就能回来，你就可以和明夜在一起了吧？做梦！死到临头还在嘴硬。没错，你比我幸运得多。你和你整个腾蛇族马上就要团聚了。想了想，我也没什么好跟你说的。再见了，天欢。我知道你与魔神厮杀，守护住了三界四周，自始至终你都是那个永远在保护别人的战神。可是我没有保护好你。没关系，这次就原谅你了。下不为例，成魔一念不该是我的选择，我永远只做桑九所爱的明夜战神。为你颠覆了心神，热血无痕，我斑驳重生，碎骨纷争，欢落一身，梦不敢留我依然，喜怒哀怨灭魂出人，西雾与萧凌已经离开了吗？看得见。你不是都走了吗？还回来做什么？当然是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了。怎么，难不成你不要我了？花言巧语，天首领，把他牵回去，看看是不是被什么脏东西附身了。我今晚能不能睡在你这儿？不行。难不成是桑九那天晚上给你留下什么阴影了？闭嘴。这么说来，你在般若浮生走了这么一遭，难道就没有什么体会吗？体会？
叶希沃，你真是不知廉耻，想些什么呢？啊？哎，不是那个，你这人怎么总想些奇奇怪怪的？ 我是说感悟一类的感悟。比如，我就觉得，若我喜欢一个人，一定不能像桑九那么卑微，要大声说出来才行。所以，我就来找你了呀。念白羽，把他给我拖出去。唐太监，你是不是害羞了？拖出去。是。你是不是害羞了？哎，唐太监，你脸红了。二小姐，你肯定是害羞了。对，唐太监，把他给我关回帐篷，别再来烦姑。姑会害羞。不行也得行，派你来打扫琴舍，照顾这些随军补给，是咱们陛下的意思。啊，唐太君怎么这么狠心啊？为什么怎么这么惨？我来和你通报一声，你老婆已经在乖乖放鹅了。哦，白羽，过去看看。唐太监，你不是人！起来吧，别装了。要不要再找几只鹅来叫你起床啊？起来吃些东西吧。是什么？水煮鹅蛋。鹅蛋羹，盐水鹅肉。嗯，好家伙，一言不合灭人满门，真可怕。吃吧。哎呀，可是我好虚弱啊，拿不起筷子，也拨不动蛋，要不你喂我吧。我数三下。啊，我吃，我吃，我吃。唐太监，谢谢你啊。你倒是戏得轻巧，你就准备只是嘴上说说而已。这样可以吧？你是你让我不能只是嘴上说说的。休息。好的，陛下，没问题，陛下，我这就走。参与斗殴的妖兽，你是如何处置的？屡教不改，被我吃了。好啊，那这个月你也可以不用休沐了。你到底是不是人啊？怎么？你想抗命吗？你不休息，我们这些做僚属的不用休息吗？老娘已经八十多天没有放假了。不就八十天吗？别激动，正好姑给你个机会。
你去把程曦的妖患给平了，姑便准你半日奖。我就是妖，你让我去抓妖？澹台镜，我记住了。好，我这就去。一言为定，半日假期。完成记得写报告，去吧。你给我等着，我早晚搞到解药，然后跑掉。都80天了吗？不够，我得让他真心喜欢我。天然姐姐，你就再帮帮我嘛。你真要跟我学啊？那我们就要真刀真枪的上。叶将军啊！平然。你耳朵上有一只小虫，我帮你吹掉。好了，现在遮不到你了，你走吧。你看啊，这男人不就是这样吗？你一靠他近，他脑子就转不过弯来了。还是算了，我怕澹台镜拿我去喂老虎。好姐姐，你再帮我想想别的办法吗？西雾啊，你最不擅长做什么？我特别不会做饭。对，就是这个。要抓住一个男人的心，首先就是要抓住他的胃，而且要越难吃越难看，效果越好。啊，真的假的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野哥波啊，出去。别呀，你好歹吃一口，我做了好久，手都被烫破。叶希沃，不作就不会死，不会做饭就别做。可是我想让你喜欢我。拿过来吧。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给人正经做饭菜，没有什么经验，你别嫌弃，以后多做几次，我肯定会进步的。是不是很难吃啊？也不是那么。你吐出来吧，我以后不做了。为什么不做了？啊？姑觉得也并没有那么难吃。狐狸说的对啊，蛇打三寸，抓男人要抓胃，果然像巫术一样，好辣都尝不出来。你愿意吃的话，我明天再给你送。随你吧。我还做了两个，你尝尝。说不定有更喜欢的。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。欲齐其身。对不起。怎么不念了？继续。是。自天子你也继续。至于庶人，其本乱而莫治者，小心点。好在，萤火虫还是有的。说的那片湖叫什么名字？在哪儿啊？在很远的地方。以后有机会，我会带你去的。
再见。你同我一起回去吧，我们回家过生辰。好啊。我听春桃说，谭台静陪你到了门口，没进来。说到底，是咱们叶家苛待了他。怪不得他高高兴兴地跟我来，到了门口又不进来，原来是想到了以前不开心的事。我吃饱了，宫中还有差事，我先回去了。哎，囡囡，哎，囡囡。谭太君，怎么回来了？你以前在叶家过得不开心，我却贸然带你回来。没关系。生辰过得开心吗？嗯，开心就好。虽然今日我没有进门，但是我还是很开心。你能够带我回来。母亲，她是叶希雾，是您儿媳妇。您若是可以亲眼见到她，也一定会喜欢她的。来。给你个机会，选一块你自己喜欢的地方，看一看将来想要被埋在哪儿。你少得意了，谁说要跟你过一辈子？叶希雾，我问你，你喜欢我吗？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我肯定喜欢你。不，我要的不是夫妻恩情，我只要你真心的喜欢我。小魔神，只有这件事我做不到。所有人撤回城内。西屋又来信了。是，今日已是第四封了。他怎么这么能写，也不怕把乌鸦给累死。近来乌鸦的确是有些怨言。放下吧。是。无尽清奇。